的更安心。现在很多人他们在外面吃到的甜点可能添加了太多的添加物，所以我们希望用比较原始的食物，然后跟一个可以搭配咖啡的甜点。咖啡我们自己真的吃素食，那我想说直接顺便分享了，对，真的要结善缘，结善缘，种善缘。一类的东西都可以做了，这样好了吗？好的，还有要传承下去，以后大家都可以吃到孤岛味的东西。欢迎大家来农创市集走走，这里有很多东西可以买，希望大家就是。